好，现在那个主位的麦。我要做吉他，要接阿斌老师的那个导线吗？对。那我把它拔掉了。好。喂，讲话不要吹。好，讲话。好，很土。起来。好，不要吹。那，喂，一二三，多少位是？你等下练，要练吗？还是试一下下？好，那个像风，像风一样。好，等一下啊，我们先试一下所有的乐器。好。陆有表演吗？陆给他有一首歌，他就有吹吹那个，有啊，我吹自己。好，先试一下麦克风。好，陆给。吹一张。要什么要？来，吉他。谁接听？老外要听到什么东西？那个陆华伟他的那个卡洪的高频多一点点，高频多一点。哎。好，这样应该也是可以的。C 一小段啊，好。打爸，打后面还有军备，加出来。等一下后面呢、啊，因为我们现在这边还没试呢、啊。啊，我打字给他转，可以吗？好。好。里面
上面再小一点。琴上吗？对，琴上面再小一点。对，琴上的键再小一点。这样子呢？对，你台舞台上 OK 就 OK。OK， 好。调整一下麦克风。好，好。你们表演的时候哈，那个喜欢用 keyboard 那一只，所以我要拉过来吗？对，拉过来。按你那只给 Ruby 用，按 Ruby 那只收那个把。好，就是那个是，我一开始会三手这个呢 ，keyboard。三手 keyboard。嘿嘿，然后就接下来都是吉他。嗯，好好好，没关系。所以我要用那只吗？就照这样就好了。我
们练一下，试一下、那個。我把把这次拉过去，然后那边。没有没有，我再加一支，我再加一支五手把好了。好，试一下有 keyboard 的，试一下有 keyboard 的。哦，有 keyboard 的话就只有我而已。就你一个人。哎，三首这样，还有一个人唱一首歌。好。没有鼓了。